其实这次可以入围，我觉得其实也算侥幸。在国乐圈出唱片的乐手已经比较少，其实我是比较想要做自己开心的事，所以我就朝向我录专辑，我想要用抛砖引玉的方式，让更多的国乐的好朋友或者是创作者可以一起来录这些专辑，以后有更多人能入围。其实这张专辑先选我喜欢的歌，我可能选了一二十首歌，我觉得练的状况可以了，我就进录音室录了差不多4年，然后一直没有勇气发。其实这4年也蛮煎熬的啦。那有些曲子听过一次后发现好像不够好，我又再重录，那或者是版本重新修正，那就这样子折腾了4年之后，突然有一天遇到之前的唱片公司的那个老板，他就说哎，我们可以帮你发新的啊。那我就想说好啊，那就试试看，就再发一张。那这张专辑主要内容是以二胡的经典的名曲为主，比如《赛马》。那里面还有一些二泉映月，还有是刘伯曲，就是比较一些传统经典的一些作品，这些作品都蛮深深入扣的，一般人听到会觉得非常感动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张作品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嘉坤，第26届传艺金曲奖8月1号晚上7点中山堂举行颁奖典礼，8月2号晚上6点中天娱乐台播出《生活的交响》。欢迎您加入，和我们一起创造美妙回响。